到彰化了。结果男子错过了火车，所以我要自己在这走一个小时。然后我决定自己先跑去看善行车站。刚沿路看到好美的风景哦，然后本来想说要拍一张照，可是呢，啊，男子迟到，所以我只好自己拍，然后拍得很丑，索性就放弃了。这一个实在太难用了，我忍不住抱怨一下。不过就是这样，自己坚强，加油！看我看到了什么？天哪，是不是在路边公园这样有鸡 ？Hello。我到了耶！虽然说在网络上看过 N 百次了，但是自己来的时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。哇塞！我又要来自己第十自拍了，虽然说就是有点羞耻，不过没关系。离火车好近哦，火车。这段路超美的，刚忍不住自己在这里拍了好多张啊。现在差不多要走回去找男子了，然后我刚自拍了好多张哦，我觉得心情超级好的，我觉得我成功做到就是自己自拍，虽然说路上的人就一直在看我啊，可能孤独指数很高什么，自己在讲话然后自己拍照，但是我自己就觉得你自己的生活应该要对自己负责啊，就是你想要做那就去尝试吧。来常常买冰淇淋，你拿对吗？对啊，标准是花生哦，超便宜的，才15元哎，噔噔。那边结账，后面啊，那是我的背包。草莓冰淇淋啊？我是草莓冰淇淋。那我嘞？你是鲜奶冰淇淋。那你打开呀、啊，这样就掉了。就录下你冰淇淋掉的那一面。你好紧，好绵密哦。才15元呢，好便宜哦。啊、这一口吗？快吃不完，还在那边露营。这是我们的房间，其实还蛮大的哎。哒哒，惊人的是有洗衣机，戴自己戴口罩。这样还蛮普通的。整理包包，那我可以不要带包包吗？我没有包包了啦。要去哪？要去吃午餐。开的行程啊？下午要去东海。你这样子讲大声。下午要去东海。还有吗？还有高美士兵。这巧克力好高级。有看到吗？好多巧克力。怎么选那么久啊？我的红豆饼越来越恐怖了。帮我画了吗？这是米特纸张照，对。哎，不是要炖饭，为什么可以选那么久？哪几个？还有吃海鲜的味道。怕我吃海鲜都会吃不饱，所以你要买两个选择。对啊，是两个。那我们海鲜会吃不饱啊？它的海鲜看起来蛮多的、啊。对。我觉得你吃的够好的，要考验海鲜。
有人在动啊，在讲话啊。讲什么话？你要第二次来东海大学的心得。还没完、啊。因为他都不动啊，他刚都不动啊，就说他要坐椅子，现在就说还没完。真的，东海大学好大又好漂亮哦，漂亮哦。发言呢、啊？两年前的今天，我们也在东海大学。两年前？对啊，两年前的2/8，我们不是也来东海高美？两年后我们又回来了。嗯。你忘记了、哦？两年前，你忘哪？两年前2/8的时候不是来？啊，你要买牛奶用冲的哎、欸？有啊，你用冲的哎、欸。奶吃太多了，喝不完。你真的想要哦？对啊。那喝不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喝不完就会一直去高美 C 那边尿尿。我开了哦。为什么跟外面这盒子装的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这个是某药啊。哦，我要以为都一样的。这个是。这个是好，不管，如果打开就会不是那个怎么办？不会啊，被骗了。对啊，或是它其实打开就还是盗版怎么办？嗯，有可能呢、欸。这个卡，这个卡就是它里面是哪一只？嗯，每一盒都有一个卡，打开才知道、啊。很像饼干呢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个哎、欸。嗯，开喽。开啊。噠噠噠噠啊！他为什么脖子要套这个？我有什么说明书啊？这个要干嘛？小心啊，不要扯到他的头啊！可能怕这边蓝色吧。哦，就没事啊。就是白色的。这样把他头扭下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是我们的碧琪。很棒哎。好美哦。那你觉得美吗？漂亮、啊。可是我觉得它怎么，这上面我以为是红帽子，怎么是橘帽子？这是橘帽子啊。可是我以为它是红帽子。嗯。果然真可爱。很美哦。嗯。做的好美哟、哦。干嘛、啊？我看你跟我一样的衣服。我要找东西耶。那你找好。你要找什么？找钥匙。看我看起来比较小字哎，你有觉得吗？比较小件，所以字也会比较小一级啦。啊？我来赶快喝完啊！那不是你喝的吗？再喝一点啊，快点！好吧。奥基桑。我不是奥基桑，想要喝牛奶。我只想爱穿袜子。那是怎样啊？